以及衷心的感谢大家呢，今天出席了我们今天这个 VMAlife 的正式推荐礼，还有上市发表会。今天呢，在外头呢，你们所看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、非常阳光普照的一个好日子。在座的每位哈，在我这个角度看下去呢，每位呢都是非常的精神抖擞，非常神采飞扬。 我相信你们大家呢，都是带着一个非常雀跃万分的心情呢，来这里呢，来跟我们一起见证，一起参与这么一个非常激昂、非常振奋人心的 VMAlife 的正式推荐。